科学小制作。水动力火箭，首先我们剪下来一些火箭的图案，图案会放在视频结尾哦。给火箭打个洞，然后呢后面开一条通道，咱们准备少量的洗洁精和一盆清水，又冷的自来水就行了。轻轻的把火箭放到水面上，小洞里滴一滴洗洁精，火箭就会发射了。洗洁精两个颜色会看得更清楚，看滴一滴破坏水面张力，火箭迅速发射出去。最后这是图纸啦，还想看学长做什么呢？在下方留言哦。